公主怎么样？恕老夫愚笨，并没有查出公主有任何病症。驸马，丁香，昨日公主都还好好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奴婢也不知道，早上起来公主就说肚子疼。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，还是着了凉？应该没有吧。你快进去看看公主到底怎么回事，我是男子也不好进入女子闺房。这话倒是说对了，确实不太方便，以后公主之事就不劳你费心了，请回吧。哎，公子不能进。我想喝水。还念着红衣金殿，太阳龙凤主前，好烫啊。太阳龙凤逐渐，一段佳话尽开篇，两人在初识眉眼。我一见红尘正面，原来是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一颦一笑在梦里面轻。你为什么和我说对不起啊？可知心意缱绻，便轻开野花满天。可愿功成卷，不该让你伤心。我也有错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。那以后不要再说了。嗯，那你也不要再伤心了。我也会品出个故里。初日已过半，冬未至圆满。你干嘛？你放心，今晚我一定不会冒犯你的。如果你觉得现在我们圆房太仓促的话，我会等他。那你能等多久啊？等到你主动说可以。这事儿还要我先说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你怎么来了？皇后今日怎么有幸来我这做客？放心，你这地方大王还不知晓，我今日前来是想和你谈一笔生意。生意？什么生意不妨直说。三长两短，这王位是要传给姬。找我何事？怎么，怕你的公主发现我们密谋吗？他好像还真的发现了，不过不重要了。你不是要强攻这座城吗？我会帮你的。不需要。你不会真的爱上姚千金了吧？没有。没有最好，明日等着看好戏吧。
丁香。哎，公主，这两块心形石头是谁送的？奴婢也不知，不过奴婢在来的路上遇见苏思雪了。哦，苏思雪。公主是希望这送礼物的人是驸马吗？有这么明显吗？嗯。你把这俩石头收了吧。是。可是前几日已经通知王上了，吩咐下去，所有人退后30里。是。大王让我交代你一句话。说。做好你该做的事，事成之后自然会实现对你的承诺。做好你该做的事，事成之后自然会实现对你的承诺。说到了。公主，大王让你今日三更去他书房。我父王有何事？老奴不知。行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丁香。参见驸马。公主呢？回驸马，公主去宫里了，说是大王有事找她。走多久了？大概一个时辰了。父王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老奴不知。气的哥哥勾结贼人叛军，意图谋反，我不行了，以后这个国家就交给你了。父王，我还没有长大，父王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是妇女情深啊。是你害了我父王。那又如何，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一起下地狱。蒋公公。蒋公公，枉费我父王这么多年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连同这个妖妇害我父王。救救我父王，救救我父王。他交给你来解决。你们诱惑他。
过来。千金，往后援军来了，走吧。给我上！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就当真从来没有爱过我吗？原谅我，来生我想好好爱你。天人皆风行的狂雨。公子，若今日这么去宫里，恐怕有危险。只要他安全就好。那七情六欲都变成墨迹，这千头万绪该如何平息？爱有所顾忌，才无法触及。谁能知我心不负长相许？是谁能知我心不负长相许？只好远远看着你，终日恍恍无绪，一个人独对着岁暮寒心。方若雪，只是方若雪，借助我分崩离析心里的。春秋书写梦里眷恋人间道，